昨天呢看剧，说演的是昏迷，导演加了一个桥段，说是放疗。在片场的规矩，如果是演死这个东西呢，就可以得到很好。那我现在就要了。导演，那个因为昨天看到剧本的流程，发现临时加戏说是死亡嘛，那死亡的部分通常还是会有红包了。啊，不会，因为明天要起来了，明天要复活，明天要复活啊！哦，那200块红包没了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写剧本，就考虑到200块红包的支出，所以我们到处摆写复活。好吧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大家这么省预算。对对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位？泡，才能要。再来一个。那到底是哪个谁？对，你想的那个谁？那应该是哪个谁？应该就是你认为的那个谁？我们今天在 Rita， 你来这边呢，可以用到的就像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这种比较美式的餐点。服务生，就是过晚上12点的话，那可能会哭。就像孩子啊，所以里面发了一样餐具，非常给力的给了我们的全丰盛的餐点。等一下的晚餐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小姐，是，已经买好了，马上来。你们要亲嘴，送餐点，亲嘴，送餐点，打击打击打击，万乐，打击打击打击，万乐，不行的，我是兄妹啊。还好吧，我们也是兄妹啊。好。